工业上建筑新家，坐楼优秀，自然一归来，两人还行又回转中原。除非南越之行开始多番变故，大雄路这个向来辉煌，那我可是必须回答不感动。路程因为我称赞路莽，我自然将好友委以重重，努力结出称赞我的关键。那一阵是委屈路了，这次就真是不感动了。旧义回归中原，相信福建必然非常思念咱，咱就先各自回去休息，再同前往找，给伊一个惊喜。如确定是惊喜唔是，咱平安回归，伊就是又惊又喜啊。但今次做事做客厅的，普顺、北国、下顺、西武以及这次的黑昆仑，每一个对手。还有灭世之灵，这当中的共同点，融入剑子剩下的产物。所以呢，汝是否该上山思考，也是汝深山特问，这个无人两刻和平何等，不由遂求喽。诸人红丸别离，魔魂松动，一股吸血气息，无声无息蔓延。用修修行。老教不深，兼着路子修得真实多，也说不定是吹的。但见一秒飞人一端，一段突天捍卫，威压全场。哇！那是天都子，有心啊！好，一名对手实力，两人即将遇见，一番激战。但见两人心如焚烧，出将英雄，再迎必杀，两人相相识破。同如顶峰，一起配合，将油平转，剑芒高速策动。啊！英雄天都弯着骨干，攻势连连不断，两人真凶如虎，有凶有险，震撼威劲。啊！一阵风轻云暗，烟花消。今天肃然回州，出将士。啊！小旗贯天，足印写机密，无名异变，用手顿感痛苦难当。英雄，啊！除了做事之外，目标就是设定将士身价。一回首，剑子，杨秀，你无事吧？拄只迄个人，敢是天道主？一回首，当初的天道主，杨秀，杨秀啊！人在最晚。赶紧回去找人医治。好，行。霹雳接风。